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合诵一次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摄离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摄离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般若揭谛，般若僧揭谛，菩提萨婆。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各位同学大家早。那我们上礼拜的部分呢，上到有关呢中有的一些情形哈，还有呢入胎的这些有修行的人，他有政治，所以我们的讲义看一下哈。好，就这一张讲义。好，那这个颂句里面呢，他讲到是我们在这个中有大害呢，有哪一些情形？这是颂句啊，这是有一点说，在243页这里哈。那我们大概复习一下，因为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哈，就是有九项呢这个中有的特色哈。那第一章是讲到呢中有它的这个眼根呢，它所见的是同类的哈，像我中有同样是中有的这个这一类型的众生，所以呢有两个说法。第一个是说同眼见里面呢是人间的投生的等于是人间往生的中有的这个阶段呢，他只能看到人间去投生的这个中有阶段，那天界的只能看到天界。所以呢我们的下一张图是说同类的哈，就是天去看到天去的中有，人去看到人去的。然后呢第二个说法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在天去，你可以还可以看到什么下界的，等于说天去自己可以看到自己以外，还可以看到人去，然后呢鬼去地狱，然后呢畜生，好，就是往下界可以看，自己这一去自己看得到，下界你也看得到。好，就有两类说法，是同眼见里面呢就有两种说法。好，就是有一个是只能看到自己这一去的，那有一个是自己呢比较高层次还可以看到下面的阶段的，那这个都是同眼见。另外一个呢叫近天眼见，所以它是颂句呢，因为很简单扼要的文字，所以它有一些字可以重复用，同眼见、近天眼见，所以呢同跟近中间是不是可以用个顿号把它分开，就是说这个眼见呢可以都用到前面啊，同眼见、
近天眼见，因为后面很多他的文句呢是都这样类似的。好，那接着呢第二个，所以近天眼的时候是要怎么样？你要修行有的这个天眼通，但是你这个天眼通如果今天呢刚好身体状况不好，又没有禅定力，心不安静清静的时候呢，其实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呢他这个修德的不是报德的，报德跟修德不一样，修德是要由你后天的修行得到的才能看得到，因为它的五蕴很维系，这个维系度到怎么样？像光波，光波非常的这个等于说它的精致度呢是我们这个粗糙的五蕴身差别很大的。好，那第二个特色呢，它是夜通，就是呢它的这个中阴呢是要到哪里是由它的业力去呢决定。好，所以呢我们说往生的时候是由你的业好随业而生，然后再来是随你的念，然后再来是随你当下的这个还有你的习气。好，所以决定第一个就是你的业，所以最强的业就会带你去了。所以是你自己呢都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时候呢，连什么世尊呢，好，他大修行人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你改变你的业，只有等于是说你自己呢要去呢被人家呢诵经的时候，你听得懂经文，当下你的心意识有念头的改变的时候，这个呢业呢或许还可以改变。好，再来呢，所以还是在你的自心啦。再来是聚根，好，这是中有呢，它一定是一定是有这个六根具足啊。好，当然当下它这个身根已经转成很维系的五蕴了，然后呢眼耳鼻舌这五根呢它都非常的明利，比你在人间呢更加的锐利，看得非常的清楚。好，所以他一定还是有男女的这个不同啊。哈，所以他这里讲没有中有是非男非女的哈，是因为这个根呢里面就有男女性别的这个差异性。好，再来呢下一个是无对，他没有这个障碍性。好，所以他去投身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铜墙铁壁都没有办法去主导他，然后只有一种是进入母胎以后就出不来了。好，那不可转，好，就是这也不可转是是指他这个所引的，你假设你今天呢下一期的生命是到人间，那你的中有已经现出人形了，就没有办法再改变你要去的那一去了。所以呢中阴救度法呢是在往生的前八个小时，过了八小时以后呢他就不太有机会了。好，然后呢他所食用的是香，福报好的时候你可以用到呢好的香，等于说你的福报大你可以去相应的是好的香，福报小的好的香在点在他的面前他还想用不到。好，所以这个是以食香还是人间的断食的一种，好，只是他是用闻而已。在呢非久住，就是说这个时间上它不是很长，大概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因为呢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前面介绍四有的轮转里面，是在我们有情的四种呢交替生命的过程里面呢，它是在这个阶段中有是呢，因为所谓有就是一个存在，好，生命在流转的过程里面有一个中间的阶段，它可以呢辗转相续，让你的这个生命的相续呢不会断。但是呢我们今天会上到没有一个主体带着你去轮回，而是呢这个相续里面是一个五蕴，我们的五蕴的作用，但是五蕴作用是因为业的风呢吹动，所以呢你又带着你的下一期生命的这个业报身呢又出现了。所以呢中有呢它是前世跟这一世，然后这一世跟来世中间之身我们叫中有。好，所以你今天看到中波涅槃是它在中有的阶段证得波涅槃，
然后声波的话，就是在现有生命投到欲界或色界的时候才证得波涅槃。那现波呢，当下在欲界就证得波涅槃。好，所以这个中波呢，是指中有阶段。好，那我们呢，看一下这一张投影片啊，可能各位会更清楚一下。我们这个生命的轮回，第一个呢，从出生到你命中是本有，然后呢，当你呢，临命中的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就是实有，这个时间是一刹那而已。然后呢，你的神识呢，就开始要脱离了，脱离到你这个，因为五蕴身已经开始坏掉了。好，这个时候呢，你的精神呢就要离开这个五蕴身了，它没有办法再让你继续进行呢功能作用。好，然后呢，这个中有呢，就会呢这个时间呢，我们刚刚讲衔接着这个生命的相续不断的中间的一个阶段。好，有就是生命的一个形态，然后呢，它这个中阴就现前了，所以呢，当呼吸不来的时候，中有就会出现。好，可是呢，当然也有例外情形，修行人就没有中有的阶段哈。然后当呢中阴身瓦解的时候，就是身有的开始了。那我们知道，在中有要变成身有，就是你的你的这个有缘的父母啊，现在你的面前，你的这个导心区域进，你的颠倒妄想心就进去了，这时候你的身有就出来了，你就进入母胎了。所以我们的生死轮回呢，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哈。所以呢，要了解它，你才知道你要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了出临哈。好，那顺便呢也介绍一下，在我们临命中，当然你要进入中有以前呢，我们先会从这个五蕴色身离开。这时候你的五蕴身呢，开始四大呢就会变化。好，有地水火风四大变化。这时候你的眼睛开始视线呢看不清楚了。而这五官的功能呢，就开始已知呢没有办法做这个正常的运作。耳朵所听到的是呢很远很远的声音，好，就是旁边的人在叫你，可能你也听不是很清楚。然后这时候全身的骨骼呢，好像因为我们知道地水火风在分离的时候呢，这下面就是地大好的感觉，身体好像有1000公斤的东西呢把你重压的，你会很痛苦。好，所以呢，这时候有人碰你的时候，你就会起嗔心。所以为什么这个时间呢不能去碰这个人的身体？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还有呢，我们的水大也会出现。这个时候全身会有湿冷的感觉，好像在水中。然后接着呢，变成了另外一个感觉是呢，全身有热的感觉。好，所以地大、水大、火大，然后呢，再来又好像一个强烈的风呢吹着你。全身好像睡成围城这样子，地水火风呢就交替的这个变化，让你呢在这里呢四大呢慢慢的就分离了。好，这时候呢我们刚刚讲业呢最强的随念而去，还是随业？随业。所以你今天呢念佛的心呢很强很强，那你的念力会强过你的业力。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你生前的所有你的过程，你这一生的好像呢一个录影带就倒放给你看。好，所以这个是一般的人。那如果有修行人的时候，他是呢随业，随最强最强的业。如果你这一生呢非常喜欢修行，也常来听经文法，那你就看到就是在上课了，然后你就到净土去上课哈。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说刚好呢你的业最强的那个呢就瞬间播放，然后你就往那个去了，所以念头最强的你就去相应了。好，第八个呢你的细胞能量会收缩，好，集中起来。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中医生呢，他会能量不足，因为他的这个生命呢能量体呢已经呢慢慢的消失了，所以呢他的功能呢就会呢没有办法使用，但是它还有精神体存在，所以它的细胞能量收缩集中，那身体呢也全身都是冰冷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代表它这个外在这个五蕴身已经不能使用，所以末梢神经呢就开始失去控制，然后呢眼睛呢有些瞳孔就放大了。那第十这个呢就是最后呢的时候呢它呢最后一口气是呼出来，就不再吸进去了。好，然后通常有一些呢他还会
在这个口腔的地方呢溢出呢它的唾液，然后下面呢的地方是我们的大小二便呢就会出来，好，最后呢出去了以后那一气呢就不再进来，所以呢身体里面的这些最后遗留的这个不干净的东西也会出现。好，最后这一个呢是讲到呢，当你呢发现这个往生者呢他的身体的温暖呢是最后他全身不是都冰冷吗？好，觉得哎好像头部还有一点暖，其他人我们不能去动他的身体，感觉好像头部还温暖，那代表他是往生到上界，如果眼睛的话是在升到天界，那我们人的话就是心的这个位置还是温暖的。好，如果是恶鬼的时候呢他是在腹部的地方，如果畜生了就到膝盖这个位置，地狱的话就是脚板。那这个是一般的人呢就依这样子去判断呢，这个人他是善终离命终的时候是大概呢到哪一个位置去哈，是这个。然后这一张图呢是说从热像分析仪呢去观察一个死亡现象，刚开始我们人呢的生命力是有这样子热能的，接着呢慢慢呢他这个热能一直消退到后来呢全身呢就都没有这个能量的时候呢就变成全部呢颜色都是暗的哈，就是代表了他全身的能量收缩以后就成为一个小心灵了。所以在中医生的时候呢大概有几样要介绍一下，是说大善跟大恶还有修行人呢他可以瞬间就离开了。好，所以呢我们当然修行人呢期许他不要有中阴的时间，为什么中阴他会在那边呢徘徊游荡呢？其实并不是见得是很好，除非呢你遇到的一个大善之士或是你的亲人呢他可以帮你做很好的助念。好，要不然你的正念如果没有的话也是有一个徘徊的阶段。然后呢再来呢第二个，他的神识呢离开的时候会全身呢很像刚刚我们讲地水火风这样子交替的变化，所以呢会很痛苦。第三个呢他的六识这个时候瓦解，那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这时候因为我们平常呢生命里面当人的时候你的六识都是紧紧的抓住你的执着的念头，好，那是因为透过六识呢然后产生了七识的这个执着，那这时候呢六识瓦解的时候呢瞬间呢好像解放了，这个时候七识呢它有瞬间的自信光明，好，这个我们自信的活性的光明，在瞬间的时候你没有去跟它相应，马上呢这个七识它又带着残余的能量继续抓，因为刚开始我们的色身离开他可能抓不到色身，他接着是抓的是什么，就中医生。好，所以中医生呢有一些人他是一种另外一种执着时间呢他会像一个小精灵在那边飘荡，然后呢我们前面我们的这个论里面有提到每七天他醒来一次的时候是因为他能量不足，七天呢刚好他这个时间呢他的精神呢会比较清楚一点，所以你可以帮他做七，那七七49天呢这中医生呢大概呢也能量已经最后消到呢已经都没有办法再维持了。所以呢通常呢在论里面有不同的说法，是觉得最长到49天，然后呢他的七识就没有办法再执着中阴了，他只好收缩到八识里面当他的种子，然后呢这时候呢就变成哪一道众生了，就是鬼道了。当他是成为鬼道众生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一个习惯性，他就会变成在鬼道很久，好，这要超度的时间呢就更难了，好，他就变成到无明世界里面再去等待了。当然呢我们上一次的讲义里面有讲到80000岁的这转轮圣王呢那是他特别的福报，他呢就要到人呢很善良的时候他再投身来人间。好，然后呢再来第五个呢中阴的期间呢，好，家属要帮他广修功德。好，我们大概呢就是看到我们的讲义的部分呢再补充一下哈，刚刚看到非久住哈，然后再来轮王这里呢是因为业力不可思议嘛，因为他有福报，所以他就不像一般的49天
一定要去投身了。好，这大德法就另外一个说法啊，等待呢有缘的因缘成熟再去投身。好，那这一句呢是前面两前总共两句，前面这一句是讲胎生跟卵生，胎生跟卵生投身的时候，它是颠倒妄想心趋欲境。好，就是有一个呢他贪着的这个好的境界。好，所以你呢要去投身可能是呢不好的地方，地狱的时候他现出呢一个好的境界，以为善境界你就进去了。好，所以呢欲境就是你想要去的这个好的境界，其实呢它也是一个妄想的幻境，让你呢进去以后，好，那你可能进去的是畜生道或是恶鬼道。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颠倒妄想心会进去投身是胎生跟卵生，他会看到的是呢你生呢就会抓呢父亲啊，然后当成自受用生的感觉，然后就进去了。然后女生男生呢会以母亲当为他的这个喜欢的境界。好，所以这个是，那下一句呢是湿身跟化身的情形呢跟胎生不一样。湿身跟化身呢它是呢以这个他喜欢的味道。好，喜欢味道。好，那我们这边讲到这里的中有结束，身有就开始了。好，就是湿身的时候呢它是呢染着这个味道。好，那因为以业力的好跟坏有染着呢这个好的香跟不好的。好，业力比较差的它可能染着的是比较差的这个味道。然后呢化身的话呢是处所。好，他这里讲到的是说，我们就讲一这一章哈。好，处所的时候呢有人问的问题是说，那他这个远远看到他所应受生的处所，他就直接过去，就六根都具足一下就生出来了。好，那业力比较殊胜呢他可能就生在天界啊，业力差的就地狱，地狱跟这个天界都是化身嘛。好，那有一种情形是地狱的化身既然他这么苦，为什么他还会喜欢去呢？因为他是说一种染着的心。那这时候呢如果你要到的是呢冰冷地狱，他就这时候呢他会呢现出呢一个呢很酷热的地方让你呢不敢进去，那你就想要去比较凉的啊。本身你当你很冷的时候呢他现的是一个呢热的地狱，让你赶快进去，感觉比较温暖，刚好跟你现象的相反的一个境界，让你呢想要进去呢解除你当下的这个身体可能呢刚好很寒冷，你就要进去一个呢比较温暖的地方。然后当你很热的时候就现一个比较冷的冰凉清凉的地方让你进去。所以它是以你呢这个爱染的心一样是以这个染着的心呢进去的。好，好，最后这个部分呢就比较简单哈。当我们去投身的时候呢到天界的时候你的头就是往上的哈，就像你要从坐的姿势呢站起来，头呢是在上面。然后呢天手上三横的话呢，三个是指人还有鬼还有呢畜生，这三个呢就比较呢特别，是他们呢就比较中中，所以他们是横行，就像一只鸟在天空飞过，所以鸟飞的时候头部呢是平行的嘛哈，那没有上跟下。那这个地狱的话呢他的头呢就你如果要从人间投身到地狱就往下哈，这是他看到这个中有他去的这个方向了哈，这一讲的都是中有，他去的方向是如果他的头在上面代表是往上界去，好，头呢在下面是往下界，横的话呢就是人还有呢鬼跟呢畜生。好，接着下面呢这个颂句呢要提到的是这样的中有呢他在入胎的时候是不是很清楚。
这里看到这个导心取景这里呢，就讲到中有入胎是起颠倒的心。那如果呢怎么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入胎是有正知正见的哈？好，第一个呢就是转轮圣王他的业呢比较清净，好，等于福报比较好的时候呢，所以他入胎呢就会一种是入正知，依于入正知，好，然后二呢坚住，坚的话是代表第一个也要进来，好，第二种情形是呢，除了入胎正知，还有坚住胎正知，所以呢，第二张图里面坚住是把入胎的正知再加上住胎的正知，好，这个第二种情形，第三种呢坚。其实这个后面正知都可以再加上这个后面啊，二坚住正知，三坚出正知，好，所以它就可以变成是应该是这样子，我跟你讲，好，前三种轮王这边呢，好，这一边呢我们就把正知也加进，二坚住正知啊。二坚住胎正知啊，哈，一于入正知，二坚住正知，然后第三个呢，三坚出正知，所以呢，第三种情况的时候呢，坚出胎也正知了。好，那等于说这样子依次呢，我们第四种就是一切位呢恒无知，所以后面这个恒无知是不是也可以套用到前面？是于一切位恒无知。好，就是第四种呢是不管入胎住胎出胎，好，一切位是包括前面讲的三种情形呢全部都不知道。好，然后呢再来呢最后一个极软恒无知，好，还有呢软生的它也是一样。好，那因为呢软生呢它是从软的形态出生，但是它在入胎的时候呢是用入胎然后呢软的方式呢孵化，所以呢先入胎然后呢再用软生的出生。好，那接着呢他讲前三种入胎的人呢是哪一种，好，就是依次呢是轮王跟二佛，好，这个就应该是很清楚，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好，就是一呢他们的情况是下一句他的业还有智还有业跟智都很殊胜，这样的如此，所以呢下一句呢是应该呢业智俱胜故，然后如此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三类啊，哈，如前面三类的次第的话，第一个呢是业胜业力呢殊胜的福报比较好的广修这个功德福报的，第二类呢是呢这个智慧殊胜的力量多闻熏习，第三类呢是业跟智两个呢都很殊胜的，好，如次就按这样子的业智的次第，然后到两个都有的圆满的活陀，好，所以呢三种情形，然后呢最后一个是余生呢，第四种呢就是第四类入胎的情形，我们刚刚看到第四类是一切位都无知嘛，那是说前面三类讲完以后，其余的就是呢第四类跟其余的情况的卵生跟胎生哈的情形呢，他们的福报跟智慧都是很差的，啊，都完全没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入胎住胎出胎呢完全不知道。好，所以这张图呢就把它全部呢的内容都已经呢涵括进去了。好，好，那接着今天是看一下我们上礼拜也稍微讲一些了哈，在247那因为当时候呢印度很多的外道，那他们呢不承认有这个轮回，然后呢但是大部分哈，我们这一章的讲义是说，
大部分的学者是有承认轮回这一件事情，不过呢，他们谈到生前死后的这个连续的问题呢，他们觉得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使我在这里转，好，所以你会觉得就像你搬家，你从这个房子搬到另外房子，可是同样是你呀，好，你是不变的。他认为说这个人呢换了房子，就像换了这个身体，我们的身体从这个换到另外一个身体，只是换身体而已，但是呢他觉得这个里头精神主体呢是长恒不变的。好，所以他们的观念呢里面呢就是跟佛教呢很大的差异。所以他这里呢认为是说这样子，因为有一个实在性的常我，然后呢才可以呢从这一世到他世，然后呢可以呢建立轮回这个观念。好，那第一句呢就无我为诸蕴，是世亲论师呢就要打破他们对于这个观念的错误。所以呢第一句呢就直接呢就讲，那我们在247页，他讲第一行就是指我们的这里有两个颂的第一个颂，叫做呢无我为诸蕴，烦恼业所为，由衷有相续，入胎如灯焰。好，这个呢就第一句里面呢到第二句、第三、第四句，这整个四句一诵呢就讲到没有我，那是因为呢然后第二句就讲是不是呢有一个使我，而是呢五蕴，第一句讲到五蕴，第二句呢五蕴呢轮回，但是呢是烦恼推动你，是因为有烦恼的业让你相续去入胎，由中有相续，所以呢你的这个中有呢，刚刚讲有是一个存在的形式啊，让你从这一世呢到下一世的一个中间的这个衔接，然后呢你的入胎如灯焰。好，怎么样，刚刚讲入胎有正知，他这个入胎的时候呢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灯火一样。好，这第一句里面讲到的是直接呢打掉呢外道的这个执着，所以俱舍论里面呢讲到无我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论点了哈。他整个前面呢分析了这么多五蕴的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目的为什么？就要分析说没有我的个概念。所以最后一品呢就在讲无我。然后这边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个投影片。至于呢时而天上人间享福，而时而在三恶去受苦，苦乐呢虽然不同，但自我还是一个，就是受苦的有一个呢不变的我了，享乐的也是我那他觉得呢就像这个外道认为就像一个演戏的艺人，演戏的这个表演者，那有时候扮演一个乞丐，有时候扮演一个国王，那有时候呢就有不同的角色。好，所以他认为呢我们在三世的轮回，在五趣六道中呢轮转，应该有一个恒常的我。好，没有我的话一切就无从说起了。那但是佛法呢却是呢一面承认有轮回，一面呢否定有实在的自我。好，那因此呢无实自我而可建立死轮回呢，就让人很难相信。所以呢下面呢他所要铺陈的都是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轮回，是五蕴呢它会产生十二支，就是我们的十二因缘的缘起法的十二个流转。好，那这里呢这也是上礼拜有看到的部分，我们先看一下这里。其实无我呢它正是呢要讲除掉一般人的执着有一个我。好，然后呢佛法不承认呢是因为呢我们在呢用很多的限量跟比量。好，这应该在我们的课本的第几行，247、246。好，第六行这里呢他有提到。
他有讲到限量跟比量两个问题。啊，论主破说这个定非有如色等五蕴是限量之，眼等五根是比量，就是因为呢，我们的限量是我们现象客观看得到的境界，我们现在呢看得到的所有的东西当下的，啊，然后呢，潜在呢我们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的近色根呢是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推，一定有一个。内在的这个神经系统，它可以去像摄影机摄到外在的影像，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它什么颜色是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有比量可以推知。那我们的限量跟比量呢都没有办法去推说有一个实体的我。好，因为你目前看起来你的生命呢好像是继续在这里呢运作。可是呢，这个运作呢，都是交涉出来都是幻的，啊，这个虚幻的东西。所以呢，你要找出一个真我呢，你在这个限量跟比量里面呢，你没有办法去说明，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他就用这个方式，来用道理。我们很多的地方是用理道理去证明。然后呢，下面世尊一言，世尊的这一句话呢，在247页这里比较重要，到246第七行倒数第七行，有业有一手，作者不可得。这是经典里面世尊所提到的，未能舍此运，即能续余运，唯除法假。好，这里呢讲到呢。我们的这个业力跟有一手果报是，因为呢，我们的这个作者是这个众生的这个卜特切罗哈，就是我们这个暂时假名的我呢去作业的哈，作者不可得，没有一实体的这个我去做能舍，但是呢，是因为呢有这个五蕴。能舍此运，即能续此运。余运呢，就是能够让我们有这个五运，继续这个五运，从这一生的五运舍掉。能舍此运，是我们这个色身呢，四大分离的时候，你就要舍掉它了。然后呢，你的四大呢又继续，能继续四大，然后呢五运。是另外一个五蕴，唯除法假，就只有呢，除了什么？这个法假就是呢，我们投生的这个呢，因缘，十二缘起，就后面讲了十二缘起。好，那这个法假呢，就是要去呢，假名安立我们的五蕴呢，它在这个法的缘起叫法假，这个假名安立有一个我，好，所以。这个五蕴呢是十二支里面呢去表现出来。那下面这个注约呢是圆辉法师呢对于这一句话的解释啊。好，作者是我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好，就是他不是直接写我，因为他是一个我们讲的卜特切罗，可以看一下这里。因为在佛教来讲呢，我们不断的一直轮回呢，好，已经呢很多次无数次了，所以呢这个其实呢用卜特切罗比用我来讲更好，因为我也是一个假名安立嘛，因为你当你这个色身不在的时候，你又到另外一起生命的时候，哪一个是我？所以呢真正的我它只是一个轮回的友情而已，所以速度往返五趣轮回。好，那这个佛陀呢主张的无我呢，他不承认生死有一个主体的真实的卜特切罗，而是呢为了我们要去解说的方便，所以呢这里的法假也是在法上安立有一个我，
好，叫法假法。像安利的我呢，它是用呢，普特杰罗以外，还用十二缘起呢，十二支呢去讲这个五蕴，在每一支它有不同的特色，然后产生我们的生命的轮转，所以把人呢假名为普特杰罗是一个世俗的方式哈。所以限量跟比量，各位应该知道哈。这样子看，当我们看到这一张图的时候，我看到是蛋糕是限量，当下的感觉就是前五式。那但是我看一看以后，发现它好像不是，真的蛋糕的时候，你的第六意识已经在推理了。所以呢，第六意识的推理就成为抽象的啊，这个比量，因为你要推不知道的东西，不过你从呢现象你曾经看过的东西来推理。所以呢，你要从限量跟比量去推知我呢，他没有办法的时候，然后再来呢，刚刚世尊呢在这一段文字这个颂句里面呢做一个呢经教契经里面的说明，好，经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依据，所以呢世亲引了两个，一个是理的啊道理上的证明，第二个呢是经教的证明，两个来说明，然后解呢。这边呢，从注约呢是圆辉法师对他，佛陀讲的这一个颂呢的解释，依此有故彼有，依此生故彼生。好，我们的缘起法呢就是因缘法，因缘和合而成的。所以呢，这个法假也是在一个法的因缘上产生出来的我。好，如果你没有这个业的因缘呢，你就不会去轮转了。好，所以。依佛法来讲呢，有情的生死轮转不并没有什么，就是只是运的生灭变动。好，然后呢，这个有部的学者看呢，就是诸法的这个业用，诸法呢哪一些是法哈？我们前面业品、戒品跟这个根品，戒品里面介绍了这个，好，我们的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这都是法。好，所以我们的一天里面离不开法，离不开一切法。好，那你在交涉的当下呢，其实呢就是一种作用了。他说我们的生命诸法的业用，你每天交涉的这些呢就成为你的这个心意识的作用，你看到的这个境界相，然后你会去抓取，然后再来就产生你的业了，所以你的业就会产生作用，是由你的这个前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好，所以呢这个诸法是业用，好，是刹那生灭的，交涉的当下有，那过去以后你会去抓取，然后但是你的身心相续呢就怎么样，色精神跟物质它就在这里呢运作了。好，那这个运作呢它就会产生一个业的波动，然后这个业的波动呢就让你呢再继续去轮回，所以呢是没有自我，而是呢在一个缘起法和合的这个因缘里面去相续，好，持续的这个运作，然后呢我们在抓的，我们都一直以为说这个东西呢是真实的，你依这个意你就产生你的事，你的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就出来了，然后呢你的事呢就种到你的种子里面，好，然后就变成了我们会去八识里面呢种的是什么东西最多，你就会产生你的业力。好，所以这个叫做因缘法，就像上礼拜是不是有看到最后一张这个猴子呢，其实它是不会动的一张图，可是呢当呢每一个刹那生灭呢把它串联起来快速的转动的时候，它变成一只呢动画的猴子会动，那是因为呢每一个刹那的不同的生灭呢它相似相续快速，速度非常的快，那我们的五蕴色身也是，它是呢相似相续的五蕴色身呢前后让你呢误以为有一个我在走路在看东西在听，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因缘法，对不对？有因缘嘛，那你因为你看到你听到，然后就是你的这个刚当下这个因缘，然后再快速的转动，
那我们就会去抓取。其实呢，并没有一个真的一个猴子呢在这里做一个动作，对不对？它只是这二十四张图的一个呢，快速的转动产生的幻象。那众生呢，就活在这个虚幻的幻象里面，然后误以为说，哎，有一个这个猴子，所以所谓猴子即非猴子，是名猴子。所以，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个会动的猴子在这里哈。那这个只是用一个我们人间看得到的例子来说明了哈。我们就会呢，在这个地方哈，他讲的缘起，这个缘起呢，也是一个五蕴呢运作的这个刹那相似相续的一个因缘法。好，那我们就会在这个因缘法里面的运转。那以上论文呢，在我们247，我们上礼拜是看到倒数第五行这里，解曰，好，解云，依此无名等有。好，但是呢，怎么样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就是一个火车头啊。好，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没有智慧愚痴的这个心呢，带着你，就像刚刚讲这个虚幻，好，的这个妄念妄见了，然后呢邪知邪见了，然后你就开始有了，那彼行等得有，所以呢，这个呢行呢无明不是下一个就是行吗？好，因为这个无明呢，那你就启动你的这个思心所，你的意志力就开始啊，好，你就想要呢。得，然后有，然后比无名等就生了，就从等哈，就是代表无名缘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这样的十二个缘起，十二支呢五蕴，它每一支呢就在那个五蕴的当下，在那个阶段呢，它最强的时候，它就用那个名称。好，我们下面的颂句里面它就会提到，所以比行等得生。十二缘起呢，就假立于我，所以法假的真正定义就在这里看到了。十二个缘起呢，它呢这个假名安立有一个我。从十二个缘起，今天你的事没有来，见到有缘人，你会投生吗？你会当这一期生命的人吗？不可能。所以呢，这个十二缘起呢，它就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开源了。那这个但是呢，我要假立一个我，是从这十二缘起里面的一个，假名施设的部分呢，去安立有一个我，然后呢，有一个我呢，去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产生生老死这样子，所以他叫法假，所以法假是呢讲这个法的缘起里头呢，我们的五蕴在里头呢运作。好，你这个颂句是讲到这个唯诸蕴者哈，唯诸蕴者是一个呢，我们第一句里面无我唯诸蕴，是呢真正的道理，好正，利益，就是真正的一个呢，正确的道理，唯有五蕴，更无实我，啊，实际上没有实我的这个概念。那于此运上呢，假立为我，啊，是一个正道理，自己的正道理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呢，哈。然后非所遣，遮遣，这不是我所要去，这个反驳的部分，哈，这是正确的。句点，这里就开始打句点了。下面呢，他讲到这个，烦恼业所为。第二句呢，所以整个前面这么长是在讲什么？无我为诸蕴，解释到这个地方，无我为诸蕴，解释到我们247页倒数第四行的下面这里，到呢第五行，倒数第三行，倒数第四行跟倒数第三行这里，都是把这个结论呢讲出来。那下面呢，他提到烦恼业所为，好，烦恼呢，是我们会产生这个相似相续的一个推动力啊，
啊，它推动你的五蕴呢，再去呢抓取下，所以中有本身也是一个五蕴，它呢是中间的一个转换阶段的五蕴，只是它比较微细。我们刚刚讲，要有天眼通的人看得到，同类的啊，同眼见，好、啊、才看得到。然后这个中有还是一个五蕴的相续，所以由中有去相续我们的五蕴，而且呢是我们的烦恼业所去。让你呢再继续，啊，所造你继续，因为业了，你造的业带着你，推动你再去找下一期，的五蕴身，好，那在这中间有一个中有的阶段，然后去解释这个难。所以呢，因为我们前面有中有，那中有呢，然后他要说明，如果这样子，是不是呢？有一个使我的概念带我去轮回啊，因为有中有嘛。好，如果你今天呢有不讲中有实有，那外道问说，那中有是实有，那这个中有是不是就是呢带着我们去轮回的一个实有的观念？那这边呢由中有相续是业力的烦恼，烦恼业所为，由中有相续啊，并不是呢中有是实也是实有的概念，它也是一个我们刚刚讲你的七识当下呢，没有这个色身的时候，你会赶快再去抓另外一个。这时候中有的身呢，就会出现了。好，那既然没有使我，应许诸蕴能够从这个世从此转趋于世，转到其他他另外一世的意思啊，应该允许啊，没有我才可以吧。如果你有我的话，你能主宰，那你可以怎么样？不转啊，我可以不要去轮回啊。所以呢，因为呢没有使我，所以呢你变成是因缘法了，你是随业去轮转了。好，因为没有使我，你才能够呢从诸蕴五蕴的这个身到下一生。如果有我，你可以主宰，你就不会去轮回，你就说我不要轮回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就不是呢因缘法，所以终有入胎，未遮此难。好，就是要去反驳这个外道呢使我，他认为有终有的话，那就是有一个使我带着我们去轮回了。好，故有诗颂，所以才有这个颂句出现。颂句的前面第一句，无我为诸蕴烦恼业所为，由终有相续。然后呢，这个相续的方式呢是什么方式？就是入胎如灯焰。好，这个颂句就是我们的蕴呢刹那灭，当下呢我们这个五蕴是不是消失了？没有了，不可从此转趋于世。刹那消失，消失以后呢不可以从此转到下一世，那因为呢代表你还有一个中间的过程。好，是由呢我们串习啊，就是宿习，宿习是你在这一期生命里面的一个呢习惯性，还有你的烦恼的业力啊，所让你呢再去呢找下一个你的贪爱的执着的东西，令终有蕴呢相续入，会让终有呢有一个五蕴的相续，然后呢再进去了。好，露台露台绿灯，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哈，等一下我再想下面。好，那我们继续哈，下一个在248页哈，就是下一句叫如胎如灯焰啊，入胎如灯焰，但是其实他要再引到下一句，两个一起呢来讲比较完整，就是一个法甲，我们在前面讲哈，就是一个缘起业缘果感的一个缘起，带着我们再继续去轮回，然后呢入胎如灯焰。好，这个相似相续不断的这个五蕴啊，它的方式呢就像一个灯，灯焰以前会烧这个蜡烛的这个灯焰哈，然后呢前面的火花会引下面的火花继续燃烧下去，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相续的方式，是入胎如灯焰，如影次第针，好，这样子
两句呢一起会比较能够说明相续的方式。就像灯焰，虽然呢，就像我们的五蕴是刹那灭了，灯焰也是刹那灭，但是能够相续转的到于世，就是另外一世的呢，是我们还是我们的五蕴，还是这个五蕴，好，那明转无事，所以呢，它这样的相续转是没有问题的，故虽然没有我，但是因为烦恼为因，但由惑业以为因故。这是烦恼业去推动，然后终有就会进入母胎了。好，你会刚刚讲的你不想去地狱，但是地狱它画一个很好的境界让你看，然后你会以为去善境界，哈，恶境界变成善境界，然后你就进去。所以呢，你去投胎的都是看到幻境，都是虚幻的。好，所以你看到呢，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以贪执着父亲的，那生出来就是女生；你执着母亲的，你生出来就是男生。就是你去贪着这个境界幻境的时候呢，你就会入胎了。所以终有就会入胎。那因为呢，我们的习气、烦恼、业力去执着。今天你没有业力、习气、烦恼的时候呢，你不执着你的贪欲的这个心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个入胎的问题了。好，那新生命呢就这样开始，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就一直呢不断的去延续了，渐次增长。就我们后面讲如影次第增长，这个影呢，就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影业。就好像一个呢开始就是有一个动力引你进去了。好，那因为这个动力来自你自己的贪嗔痴啊，对不对？你对这个境界的一个贪欲的执着的心进去的。然后下面呢他讲到呢，这个灯焰的刹那灭呢，就像了我们的五蕴生，然后能够相续转趋于世是诸蕴。好，所以它能够转呢，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故虽无我，虽然呢，我们佛法讲无我，但是因为烦恼为你的因，你的诸蕴就相续入胎，这个道理就成立了。诸蕴相续入胎亦成，如业所引，就像这个，你会入胎呢，是因为你的业在转。你跟这个有缘人呢之间的关系，你就进去了。好，然后呢，他这边讲如是灯照，虽然你刹那的生灭，前照不是后照。好，就是我们刚刚看到每一个动画的每一张动作是不一样，每一张都不一样，所以前面的灯跟后面的灯焰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因为前面的灯焰它可以呢。引下一个灯焰，他就引下一个灯焰，然后呢，让他呢一直相续不断，辗转一直照，啊，照到他整个蜡烛呢燃烧尽了。所以呢，虽然没有使我的这个，但是因为呢有诸蕴的这个刹那生灭，刹那生灭，所以呢会让你误以为有一个我，那其实是烦恼业的这个推动，然后让你转到呢另外一世，啊，是。入胎如灯焰，如影次第增。这个次第增就是说，这个灯焰呢，它就会一直呢相视相续的一直燃烧下去啊。好，灯焰它就不熄灭啊，前面的灯就引后面的，这样一直增进去，然后让你呢有一个感觉呢有一个五蕴生。所以在我们的课本248页呢，如业所引。胎中呢五蕴次第转增，这里的次第转增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投影片，因为课本也有讲到次第呢，是因为我们入胎的时候啊，胎内五位，他这里讲从杰纳兰到波拉者区次第转增。好，那你进去以后，刚开始是杰纳兰，就是我的事呢，一进来的时候呢，我这个时候呢是看到这个婴儿呢。一个细胞，但是我们的成长是细胞分裂到呢60兆的时候你就长得很大了。好，那从一个细胞单细胞一直分裂一直成长，所以第一周呢杰纳兰的时候是就已经有生命，这个父精母血还有你的事已经进去了。
所以第一周呢，杰拉兰呢，它就是一个不净的穴，但是呢，它已经开始一个生命了。啊，它的次第针呢，包括我们的胎内五位，第一个呢，你有试进去了，然后接着你在我们248页里面，相续油或液哈，更趋于是，然后呢，次第针里面乃至命中线运相续，然后呢，它的次第针。其实呢，就是我们跳几行会看到，杰拉兰在第七行的上面有看到凝华，好，就是父精母血的和合，它也叫凝华，就是不净的血。然后呢，由不净的血慢慢的，它有一层长一层这个皮了，好，然后有一层皮的时候叫做呢第二周第二个七天叫做袍，它叫做安布坛。安布坛，安布坛就是长了一块一块小小的这个皮呀、啊，哈。然后这个时候呢，三四合合就是父精母血、啊，还有你的试进去的一个新生命的第二周了。好，然后再来呢，闭思的时候是血肉，这里的血肉呢，它这个开始第三周的时候，它是一个。刚刚这个只剩一层皮在长成呢，嫩嫩的肉，嫩的哈，还没有坚固了。好，所以呢，再来到我们看一下，在这边写血肉哈，血肉这里是比较呢软的肉，然后呢，必湿身剑兰，剑兰在我们的246第七行还第八行上面哈。那个开始这个血肉变比较坚硬了。好，到呢第五周的时候就叫肢节，这时候骨头啊钙呢已经母亲会吸收母亲的钙质，然后就开始长成呢你的这个肢节，就是有脚的骨头或手的骨头慢慢就出来了。所以他写后发毛爪，哦，就开始呢，慢慢，再长六根了。好，哦，当然到这是我们的第五周的时候，好，哦，它是已经呢，叫这里看它刮胡里面讲胎内五位里面，它第五位的时候已经发毛都已经慢慢长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到第五周的时候，它其实还很小哈。但从第五周一直到第呢，母亲怀孕270天哈，大概呢到20周，这中间都是在长六根，因为它的六根长得还不是完整，它只是慢慢呢，我们的这个四肢的骨头呢稍微凸出来，叫肢节。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胎内五位，这代表呢，你的试进去以后呢，慢慢呢，你这个五蕴身就在增长了。好，然后到这个最后，好，就六根完整。那所以呢，我们上礼拜有讲到，你刚入胎的时候，你去抓的是男生女生的性别，是因为你本身对于呢父母在一起的事，你去执着的境界，你看到的是父亲，你代表你生出来就是。你本身就是女孩子，然后你抓母亲，所以呢刚开始有性别，可是呢在入胎以后呢，为什么会产生非男非女，就是在波拉泽区这里开始要长了，生命体的这一个肢节呢就是骨头呢要长出来的时候，它开始要长六根的时候，它这个业力啊好的因缘的关系，它可能呢福报不够，所以它没有长得很完整，所以会产生呢一些我们的根呢没有完整的时候，就非男非女，甚至是从第五周到我们这一章呢，还有到270天哈，一直到第20周，这中间是在长六根完整的时间啊。所以呢，第五周前可以叫做明色阶段。如果我们等一下看到十二因缘来讲，第一周呢是叫四，我的四进去了，然后再来呢后面四个啊，胎内五位的后面四个。安布坛、毕斯跟剑南跟波拉泽区呢，这四个就明色，就是我的这个色法呢在成长，然后我的精神也进去了，好，所以这个时候是明色的阶段了。然后呢，明色六入，接着呢
波拉泽区第五周以后一直到第二十周呢，就开始再长六根，我的六处跟六入处六个外在的这个影像要进来的这个接触的地方，六入处六处哈，就是我们的六六根的意思啊哈。好，所以这样子呢，对见识成长。那我们把这个课本的看完哈，248页这里呢，相续由惑业，所以你在长六根的时候也是看你的，有的人长得就很好，他福报好，他眼力也很好，听力也很好，六根都长得很庄严。然后呢，有的呢他就可能有造业的关系，他福报不好，他也就没有长得很完整，这个就三有轮转啊，更趋于于是者。那这里的三有就欲有、色有、无色有哈，就是我们的三界中轮回啊。好，在三界中轮回，为次第真乃至命中的时候现运相续。好，那因为呢，我们从入胎到你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一期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入胎的刚刚的第一颗细胞就是开始，这个地方就开始算本有了，这个地方开始算了，不是从你出生开始算。好，所以这边讲说，我们的次第真到生命命中，第四行这里乃至命中现运相续，就是从入胎一直到老死，胎内五位跟胎外位，胎外五位的上次呢，我们上次也看到，从呢你的幼年开始，对不对？从幼年一直呢到你的成长到老年，这个是胎外五位，他的身体细胞依次在变化。我们每天细胞有很多的生灭嘛，哈，然后再长出新的细胞，那乃至命中现运相续，这个五运呢一直在这边相续。于现在世啊，现在呢是不是现在呢已经呢出生出来，那你的业呢还是在继续造？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啊，每天我们的每一个当下的眼耳鼻舌身啊，不知道的时候还继续在造业，继续在造因，再造下一个烦恼的业力的因。好，以此为因啊，复起惑业，或是烦恼业，以这个为因，更趋于是让这样子让你再到下一期的生命。好，到这里是整个颂句呢，就讲到相续由惑业，更趋于是到这里。最后这一句呢，故有轮无出。好，这样子一个轮回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找得到开始吗？没有。好，就像这个轮子啊，它一直在地面转动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开始点在哪里，终点。因为车子停下来，当然停了是因为它停下来，但是如果一个轮子呢开始一直转动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始跟终的点在哪里。好，如是呢，惑业，我们的烦恼的业呢，也由因为这样的一个因，所以生，生了又在呢，变成了，当你生出来的时候，你不了解佛法，你可能再继续再怎么样，继续造业，再生，再又为因，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又再造因了，起于惑业，啊，这都是因为烦恼业的关系，由这个惑业更复有生，这样子呢又再生。所以呢，故知有轮旋环，就像这个轮，好，我们刚刚讲这个轮子啊，好，圆形轮子的这个开始在哪里不知道，所以又论文名次第真义。这个就是这样子呢，我们在这个论里面讲的次第真的意思呢，它这也是要解释我们刚刚讲次第真的部分，他在解释哈，我们刚刚已经在前面解释，就是我们的胎内五位，从这个杰纳兰一直到波拉泽区是胎内五位。好，那这个从因为呢，其实轮回的过程呢里面呢，
大家会只取以为有啦。那当你知道它是虚幻的时候，那你要去找它的头跟尾，其实也是一个虚幻的，所以也找不到。好，好，先看一下我们的投影。这个友情呢，刚开始由这个烦恼业的牵引，所以中而有牵引啊，牵引中有，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幻的出现让你去投生，如幻相续，你就往所生的地方。那在母胎中呢，你继续增长，一直到出胎，在这一期生命过程呢，你的辗转相续呢，又在生命体上呢，喜获造业。那你要等先世，你这一期生命是要因为上一期的这个业报让你来当人，那你要把你的业怎么样受完以后呢，你再到下一期生命。可是你在受报的时候呢，你可能又造业了。好，所以起获造业带先世的获业所引的现实生命的受量了，等法穷尽的时候呢，你等于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造的又要是成为下一期生命的因了，又在新的烦恼业力指引下又转趋下一个生命去感受新的生命。好，这样子的一个生生不的一些呢相续，然后呢故有轮无出哈，就是只有祸业苦啊。如果你要讲这个五蕴就是祸业苦这样的一个相互增长，不需要建立什么实在的自我。好，所以要求一个生死的起点呢是没有，依佛法来讲生死是无始无终的。那友情的生死中呢，尽管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你要追求它的出际。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轮回本身它就是一个虚幻的，因为呢是我们的五蕴身，是烦恼的业带着你去轮回的，那你要去找它的开始也是一个虚幻的妄心。好，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另外一个补充哈，此灭彼生，此彼灭此生。好，就是我们的中有呢消失的时候，生运就出来了，就是生有就有了。所以呢，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就像你问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好，你没有办法去问达到这个答案，那就是认知的问题啊。好，所以一般人认为出生是生命的开始，充满喜悦。是吗？是苦的开始，因为要来人间受苦，对。而且生的开始就是有一个终点，对，有生就有死。那死的时候呢，是生命的旧生命的结束，充满悲伤。可是死的时候其实是另外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有可能是你解脱另外一个要从这个旧生命解脱到另外一个更好的生命。所以呢，死也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生也不见得是一个高兴的事情。但世间人是看到呢，生的时候是很高兴，死的时候很悲伤。那我们的医院是什么都有，生老病死，对不对？生老病死离不开医院。所以呢，你会在医院看到有人出生，有人死亡，每天都有。好，那当你学佛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好，事实上呢，生也没有生过啦，死也没有死过。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知道这样的一个轮回过程，一个虚幻的时候，那只是一个呢，我们的这个事在不断的转变当中呢，它的这个结构不一样。好，就像用水来比喻，你抓的时候你就凝成一个固体的冰块。好，水结成冰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这个色身。然后呢，这个冰呢，它有一天呢，因为你的修行，你慢慢的身心调和，好，调柔，然后融化以后呢，它又变成水了。好，所以呢，这个水呢，甚至因为你的修行可以蒸发消失，对，还可以修行到上二界。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呢，我们的这个寒山子呢，他的比喻啊，欲是生死譬，且将冰水比。好，水结成冰，然后冰呢消反成水。所以呢，
我们的生跟死呢，就会这样子一直轮回。但是呢，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轮回过程，生跟死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叫生死一如。为什么？因为只是你的事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它不同的形态出现而已。所以冰水不相伤啊，生死还双美，就是生死一如的意思。等于说，你能够修行到后来呢，对于生死的这个豁达的心胸呢，认为呢，生死呢只是一个生命的形态的不一样啊，能够用生死一如的这个心呢去面对，这样会打破你自我的这个执障哈。所以我们后面这一句呢，是因为等一下也要静坐了哈，也要告诉各位同学，冰跟水的本性是相同，都是水，只是呢它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那因为我们的执着，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我的这个形态，其实是平等不二的。好，那透过我们的静坐，你的身心呢稳定以后呢，为什么其实我们这个课程我没有特别在讲很多的静坐，因为前面有一个止观大意讲过了。其实你在静坐的时候，你要放松，放松的第一个呢，就是你要从你这个五蕴身慢慢的脱落。好，因为你一直抓有一个我，有一个我，但是呢透过静坐的时候呢，你会从放松开始。有的人坐到后来呢，感觉好像没有一个我，身心呢很清安自在，那就是第一步，你开始要从一个我的执着里面慢慢呢放下的开始。好，如果呢这个都没有，那当然你很难体会无我的感觉。好，透过静坐这个身心的稳定呢，你会呢比较没有波动，心事的稳定，然后呢你慢慢呢去从六根的收摄修观，好，去看到回光返照，看到我们清净的自性。因为刚刚提到我们的回光返照是在你六识的脱落的时候，你的七识呢其实刹那它就会出现了，但是你如果当下没有去跟它相应，你也没有曾经呢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呢打坐里跟它相应过，那你可能只是很害怕，那又错过机会了，你就继续再去抓你的这个七识，再抓一个中有世界，然后继续再去轮回。因为中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浑浑沌沌的过程里面，他只有七天的时候他才醒过来一次，所以呢他看到有缘的人，他就以为说哎，这个幻境呢就是我的啊，我要去的地方。所以修观的这个极善思维呢，只有透过各位同学呢，你来闻思修，你有听闻，你有思维啊，你这个思维修呢要透过怎么样来成就定。因为你有定的时候呢，你的这个修观才能真正进去了解的这个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东西。好，或者只是结善缘，好，你就说哎，知道有这样的东西，但是因为你没有定的时候，你很难去观察到真正的这个部分。那也提升我们每一个人本质具有的圆满智慧，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戒定慧定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好，然后开展智慧。所以呢我们的散乱的心呢，一定是要先有止，把它沉积下来，然后你能打破你的自我的这个执障。然后我们的自我执障第一关呢是怎么样？放松。等一下打坐如果你还是没有放松，那是很难的。好，放松的以后，你才有可能慢慢呢从呢这个六根呢慢慢收摄。好，然后这个达到呢我们刚刚当然没有像这个寒山子这么高的境界哈，生死一如，但是呢你的了解帮助你的人生观的改变。好，当你看到很多，因为我们每天呢太多的生命的生死，那你要怎么样去面对，然后你要当你自己的时候呢，你又怎么样的去面对。我想这个课程里面有中游又有十二因缘哈，这个不是光各位的自见了解，还是希望呢你们能够切身用到你们自己的自身，然后也帮助你们的家人哈。如果他们有一些不清楚或执着呢，你也可以去给他们一些帮助哈。好，那我们现在静坐一下。248页这个下一个颂句在倒数第二行这里哈。如是诸缘起，因为法甲刚刚提到法甲这个
名词呢，这个名词里面就是我们的缘起，十二缘起呢，它在这个流转过程里面就是我们的五蕴去投身的这个缘起的作用，这样的缘起作用有十二支。好，那这个中间呢，就是它要讲的是一个五蕴的运作，五蕴的这个作用，它没有，也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所以呢衔接上面诸无我为诸蕴，然后我们这个诸蕴是怎么样一个缘起的流转呢？就这个颂句要告诉你，啊，就是普特伽罗的作用，它的作用呢，就是，叫做一个假的法我，好，假名安立有一个我，就是法我这样子，所以叫法假是这样子，好，如是诸缘起十二支三际前后际各二中八句圆满。那因为呢，其实这十二因缘哈的内容呢，世尊没有出世，也是在这个法界里面都是普遍的实相。只是呢，世尊呢出世了，就是世尊证道的时候呢，他自己悟的这十二个缘起的部分，然后告诉众生，好，所以这个轮转呢，其实就普遍存在，好，只是我们没有去发现，然后透过世尊的这个证悟呢告诉众生，然后我们从这个倒数第六行，从此大闻第八名十二缘起，然后十二缘起呢它分了两个大方向，第一个广明十二缘起，第二个呢略摄预显，啊，这个略摄预显呢它就已经很后面，在266页，我看一下266页开始是才进入呢第二个部分，那在266页以前呢，全部都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广明缘十二缘起，266页开始呢，才进入我们，266页的倒数第二行有一个略摄预显，好，就是大约呢去解释一下哈，用一个比喻的方式讲十二因缘了哈，那在这个第一个部分呢，它就从我们现在这一页一直到266页都是在讲第一个部分里面又分了哪些呢，广明十二缘起里面有两个部分，总变辨别，第二个呢别名，好，总变里面呢它又分六段，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六段里面的第一段，总判之位，就是呢十二支有十二个位置，这六段里面第一段第一六段里面的第一段是把十二支的这个情形呢大约先介绍，第二个呢别显体性，别显体性就在我们的下一个249页这个颂，别显体性呢，好，先告诉各位同学，别显体性在我们的249这个颂句倒数第三行，你有看到从此第二别显体性，然后呢再来呢第三是明本说义，明本说义呢就是在第下一个颂了，下一个我们的259页，259页第一行有看到明本说义，好，你可以了解一下位置，然后呢第四个部分呢，这个明本说义在259页第一行哈，再来下一个语略云本说以语略摄广，语略摄广在254页的那一个颂句才是，好，语略摄广254页的三烦恼二业，这里好以简略来讲多的烦恼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再进入第五个部分，浅通疑难是在255页的第三行，255页第三行有一个浅通疑难，然后第六个会释经文就最后一个了，就是我们卷九的最后一个256页的最后那个，此中义正说因其果已生，好，有因的时候果就有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我们的广明十二缘起里面的这个第一个总变的部分，好，它分两个部分，一个整体的来辨别说明，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别名就从卷十开始，卷十就再一一呢做
说明。所以现在总辩的第一个部分，总判之主之位哈，位它这个每一支是一个位。然后呢，我们的颂句呢，前两句呢是要讲这个五蕴的这个缘起作用，它的这个数呢有多少？前两句标明列数，如是诸缘起十二支三集，就十二支，啊，十二缘起。然后呢，它有分过去、现在、未来，啊，它这里讲前后记，下一句呢就讲到，下两句就讲一是。啊，一这个我们过去、现在、未来，就三世啊。这个一世立之名，这个世呢是指三世，就是你现在这个点往前推、往后推，然后就有前后记各二哈。包括你现在这个点就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前后记各二。这里呢是讲了，在你现在这个往前推有两支，往后推有两支，就是所谓支就是十二缘起的每一个部分呢，它的这个位置，好像无明就有无明的这个位置，然后行又有行的位置，所以十二支呢，它第一个是无明，第二个是行，第三个是事，第四个是名色，啊，第五个是六处。六处呢，这个处就是一个处所嘛。也叫六入，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神往外去交涉的，往外进去交涉的这窗口。好，那也是六个进入我们这个事的这个管道六处。然后第六个是接触的处，好，所以两个是不一样，一个是入口的处，一个是接触的处。然后呢，第七个是受，第八个是爱，第九个是取，第十个是有，十一个是生，十二个是老死。好，那他每一个呢会立这个位置，他都一一的说明了哈。那前三季呢，前三季的时候就有前季就过去，后季就是未来，中季就是现在。那我们的前跟后呢，它各有两个哈，就是从我们的十二因缘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十二因缘它这个有一张图是这样子哈，前际呢它就是有无明跟行两支而已，好，然后后际呢也只有两支是生跟老死，现在顺便配合课本看一下投影幕，现在后面呢就是生跟老死，前面就无明跟行，中间呢有八个。就是从事，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第一颗细胞进去就是我们的本有的开始，一直呢到我们的生命呢的这个再造下一期因的这个过程都是中间的这个中继。好，然后呢这个中继呢因为你已经制造下一期的因了，所以下一期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呢会在这个后继这个生这边呢出现，所以呢其实十二因缘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哈，就一他们在分这个前后继的这个差异性。那我们看下面他讲说前后继各二，前后继各立两支，是无名跟行是前在前继，生跟老死在后继，那中呢八聚圆满，在这个中间呢是我们现在在欲界的，这个以这一张图呢十二因缘是以欲界的有情来讲，好，非情的话它不是这个方式的哈，那是欲界的有情呢，它中间八个呢是不是圆满了，这个就又有一些说法了哈，因为有一些母亲呢怀孕的一半了以后呢，这个夭折了，这小孩子呢就没有生出来了，他可能就在我们刚刚讲胎内五位里面最后那个波拉者区的时候呢，他要长骨头的时候，他可能这个业力哈，有一些呢修行人呢，他其实呢或是因为呢他的子孙帮他呢做功德，那他的业呢很快，所以他入胎以后可能还没长成胎儿的时候，他不到那一道去投生，他可能就胎死
护中，然后呢就离开了，所以有中夭的情形。还有现在有很多人会去堕胎，所以堕胎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胎儿只有长到四根，我们的前五周的名色稍微有长一些根出来以后，它就被堕。所以堕了以后呢，它打下来的是一块软肉，软肉，我们的软肉是在第几个，就是血肉那个啊，壁丝，或是呢没有，还没有看到这个长根的地方哈。所以他这边讲到中髻呢，是不是有圆满呢？中八髻圆满是八个才是圆满，如果没有八个不算圆满。好，所以要八个才是完整的圆满。好，那我们再看到呢249页，他就讲到说中八髻圆满是这个中间呢要立八支，除了前后髻所余的八支在现在世。然后这个髻圆满在第四行他有讲中髻八支呢非诸有情皆悉具足，所以他这里髻圆满是要八个才叫圆满。如果你中间呢八支呢非诸有情悉具有的时候呢，不是所有有情都具有，那就不叫圆满了。好，所以他要八个，经言八个是要以圆满完整才算是这个具圆满的部分哈。所以立八之位呢，因为叫圆满是有下面这些情形啊。好，如果呢你今天是在欲界的众生，他在母胎里面，在我们现在看到图的四根名色的时候，他就要长六根的以前他就被堕掉了，堕胎了，他就没有长出来，就没有胎死腹中就没有了。好，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有八个。然后呢再来不具八支，有立二支而已，可能四根名色，然后就胎内死。然后右齿八支呢，在我们欲界来讲是这样子，可是上二界呢色界非色无色就是不是色界跟无色界有八支，因为呢色界几支，色界它就没有什么，因为色界它不用这个四入胎，它不是胎生，它是化生，所以它是没有四，他没有事，然后他忽然间没有，他没有名色哈，对不起，不是，他的事还是会去，他没有名色，因为呢他化身，所以他不用呢长这个物质的这一块色啊，色法这一个部分呢，他没有名色，是他是化身的关系，所以他一生出来他的六根就有了，所以他没有名，不用呢四根这个物质结合啦，这一块他就忽然间呢就有六根了，所以他还是有六处。好，然后有处受爱取有，因为他不用呢四根名色之间的结合这一块，因为他是化身的，他不用四去入胎。好，那无色界呢的话，他没有，也是化身，他也是没有名色，然后他也不用长六根，因为他是无色法的，所以他的六处也没有，所以他们各几支，色界七支，无色界六支，这样子跟我们欲界不一样，欲界要圆满是八支，好，然后色界是中间是七支，然后无色界中间是六，这样子，好，所以故大缘起经说具有。好，那这也是说，因为大缘起经说欲界呢具有这个八支啊。好，就是我们经典里面有这样的说明。好，然后比说，这里是大缘起经里面是佛告阿难讲说，是如果没有入胎，名色就没有办法了增长广大，就是呢一直慢慢的成长，因为是入胎以后，然后呢这个精神跟物质呢透过是呢结合呢，它慢慢呢就会长出你的六根。他说回答阿难回答说不可能的，就是是如果没有入胎，名色就不会增长广大。
他回答说不也世尊。然后呢后面他们就说了很多了哈，乃至广说。那解云呢是这个圆辉法师他的解释，解云这个经呢即云入胎方有名色等增长，明知呢八支俱欲界说，好，很明白的知道，就是这个是以欲界来讲，这八支以色界呢不入胎，然后有时候但说，这个二分缘起，好，那有时候又说两分缘起，是我们这一张图的下面黄色呢，你有看到，两二季是前季跟后季。那就是把我们的中纪呢划分，各划分给前面一些后面一些。好，那你会看到除了他在这个分的时候呢，因为前后纪各可以看到呢因跟果，会看到因果，各会看到因果，所以呢前纪也有他的因跟果，后纪也有他的因跟果。好，那因呢就是我们的无名好开始，然后呢有心，然后你这个因呢就让我们这个失心所的这个动力呢就开始，你的事就会去入胎了。好，你就有一个动机呢，看到的你去跟有缘人呢就投身在他的这个肚子里，然后呢就开始长你的六根，然后有触受。好，那这个触跟受呢跟六根还有名色这些呢变成是因为无名跟行所产生的果，然后呢后继的部分呢他就从爱取有，好，就是有贪爱然后执取，然后呢这个有的就是我们的三界的轮回，这个有的轮回的这个业力就产生出来，然后又有下一期的生跟老死这个果了。好，所以他这边讲着有时候诞生但说呢二分缘起，二分的话呢就是前际所设跟后际所这个含瓜的部分，那前际所含瓜的是无名乃至受的部分。好，此七支呢是前际所设，若爱至乃至老死是后，好，此五是后继所设。那他们会把它分前后继，是以有因跟果来看，前后都有因果，所以呢，这两个部分呢，每一个各有他们的因果，二分所含摄。好，前因果者呢，就是前面的因果是指无名跟行，好，为因，然后呢，现在呢入胎的这个事跟前面呢还是有关，好，是因为我们的无名，好，你才会呢跟去有私心所启动了，去再继续带这个事呢进去轮回。好，所以呢四等五呢为果，然后后因果呢是爱取有为因，然后呢生老死呢为果。好，这样子的因果就分两季了，分为两个部分，这样子。所以这个十二缘起呢，我们就知道是五蕴的体呢，大概呢就存在于这个十二个缘起的作用里面。我们这个每一支都是五蕴呢，只是呢第一个的时候它的作用最强的是无明，它又以无明为明。好，下一个诵句他就开始要讲个别的体性，他会讲为什么会用无名来当这个名称。好，都有每一支在那个阶段性的时候，你的五蕴呢表现最强的就是这个作用了。好，所以到这里都还是要说明是五蕴在流转轮回的。好，那最强的那个部分呢他就安立他的名称，所以十二支全部都是五蕴，哪一个力量强你就安这个名称。所以为什么有无名行事，好，到这个哪一个阶段哪一个力量最强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出来。那随着我们生命的流转呢，我们在几岁的时候是触最
强的，然后受再来，所以呢，下一个颂句就在解释这个部分哈。好，要进去下一句的时候呢，我先看一下我们刚刚这个灯焰哈，就是一惑业，所以呢，整个是你看十二缘起也是一个烦恼惑业的力量在牵引你去往这个十二支呢这个运作，所以呢这一世的五蕴呢进的时候是实有的马上呢显现中有的五蕴，所以呢不管你今天世有里面是实有，然后中有本有生有跟本有都一样是一个五蕴啊，只是他们表现有一些是一刹那，有一些时间比较长，那一再呢现为来世的这个生有，然后生有又有本有。那他的情况呢，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有一个叫做入胎如灯焰的部分呢，再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像燃烧的这个新柴啊，就是木柴啊，啊燃火这个木柴的火，然后呢这个木柴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木柴是像我们这个五蕴色身，然后火呢就像我们的事，好，所以物质而成的肉体就像新柴，精神就像我们的这个木柴起火的这个火，然后呢当你这个五蕴心静的时候，五蕴呢瓦解的时候呢，就像跟同时你的这个火呢也就灭了嘛，因为它就没有办法继续燃烧了，那这时候呢它呢另外一个过程是也不过呢一旦盛燃的这个火焰呢即由之而会，因为它还会延续到下一个中有，是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业风的煽动，让你呢这个五蕴呈现你中有的这个维系的五蕴，然后呢像这个业风呢它再把你呢吹动，好，吹动让你呢来到中有这个阶段，然后呢在这一处的心又静的时候，又再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升到新，又产生新的火焰，所以它这里入胎如灯焰一样，也是我们在这样，然后呢不管你今天是胎内五味的生长，还是这个火，火的话就代表我们的这个事，它还是延续下去，所以前火会让你的后火相续无穷无尽，那由它这个造作的业力，所以呢这一世的果报呢进的时候呢，就还要再引续来世新的果报，所以十二因缘里面的因跟果也是这样，有因又有果，然后呢再下一期又是因跟果之间的这个关系，就这样子一直轮转。好，那结论就是主张了没有另外一个转生的主体啊。好，这个是你上完俱舍论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业力还有你的五蕴带着你不断的去相续到来生的部分。好，那我们接着看一下呢249页的颂句哈。好，249页呢，树或未无名，树诸业明行，四正结身运，六处前名色。好，我们先总共有四颂讲十二因缘的内容，然后呢第一颂呢就先讲讲到无名，讲到行，讲到事，讲到名色，第一每一句就是讲到一个支一个位置哈，第一个讲到无名的位置，第二个讲到行的位置，第三个讲到事的位置，第四个讲到名色，这里讲六处前的名色，他讲的是名色哈。然后我们看一下呢，250页他这里解释，树或未无名，树的话就是过去世啊，树世的因缘哈。过去世呢，他的这个烦恼起来的时候叫树或未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五蕴呢，他呢在这一世呢。因缘果报成熟是一熟果了，总名为无名啊，它的名称呢叫做无名。
那因为过去世你一定也有贪嗔痴的宗旨哈，那他就被安立一个叫做呢，没有智慧光明的这个妄邪之邪见了哈。然后呢，既然是呢五蕴独标无明呢，论云，论云是我们的俱舍论里面就讲，彼与无明，彼是指什么？五蕴。好，因为他这五蕴呢，标第一个呢，他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十二支都是一个五蕴的这个体，好，只是他在这一支的时候，它的作用是特别呢，在这个部分呈现出来。那这个独标无明者呢，是为什么？就是彼与无明，这五蕴跟无明呢，跟着无明走啊，好。俱实行，好，这个五蕴呢跟着无明走，然后呢由无明的力量好升起，然后它就现行了。好，过去是呢生的五蕴呢所造的业呢，到现在好，下一个那个是下一个哈，所以呢由无明的力量升起，所以它现在呢就现行了。啊，好像呢，这如说，好像呢是王行，所以十二缘起之首呢，是由过去的烦恼的起的无明力量很强，然后我们要安一个名字来代替烦恼的首，那好像呢就是呢王，要出来巡逻的时候王行，那这个他要出巡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侍从跟着？好，所以呢。非无导从，非无就是有嘛，对，两个火定代表有，有一定有这个他的随从或部属啊，跟着他侍从。然后王旦胜故，王呢是最殊胜的了啊，他是一个首领嘛。那我们总谓王行，所以我总称他是呢一个。开头王行也是一个开头，因为王就是首嘛，那无明他就是一个我们要去沦为一个烦恼的最强的开始了。好，所以他这个为什么叫无明，是因为就像这个形容国王要出来这个出巡到各地的时候，需要有很多的侍从。所以呢，下面呢无明就带了很多下一支出现了，所以比下面呢解云是我们圆辉法师的解释呢，说比数或位呢五蕴，这个呢是过去呢我们的烦恼的这个位置呢，因为过去的烦恼会让我们再取无明啊的五蕴位，五蕴呢它呈现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的力量无名的力量最强，就按一个名字。好，所以无蕴的流转轮回是最强那个部分的力量，安立他的名字。好，这个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树诸业明行。好，再来呢，过去的业啊，过去我们的五蕴所造的这个业呢。到今天的部分，好，所以呢，这个宿生过去是我们造业起诸，业的位置，造很多业的这个位置，这个五蕴的位置，我们就叫作为业，总名为业，所以可是它的业的名称呢，另外又叫做行，好。这个行呢，因为他用这个行比较能够表达，是因为怎么样，他有一个造作的意思，因为你有无明，但是你没有一个动力的话，你不会去做嘛，所以呢这个十二支里面皆有这个位啊，从我们的第一句一直到最后一句，你看你把这个无明它是一个数或位，然后呢行呢叫树株叶的位置，过去是叶的位置叫行、哦、然后呢这个正觉生运的位置叫做是，所以每一个你都要加上位、哦、位置，它
把它省略掉。你要六处前的位置叫名色。如果你看一下29页这个时候，然后从眼、身等根的位置跟三和前，好，应该它这个六处就变从身眼等根三和前的位置，叫做六处了哈。反正你每一个前面呢都加一个位就对了。好，从出具的位一支呢，一支沿用到生老死。生老死，所以老死那个就自当受的位叫做老死，好，那个位置就叫给他一个名称叫老死。好，那下面这一句呢，是正觉生孕者，这个是呢就是我们在母胎12缘起里面的第三支的位置是叫意识的是哈，然后在母胎呢正觉生，这个觉生的那个刹那的五刹那位置的这个五蕴交四，所以它这个位置它叫做正觉生蕴的位置。觉生是什么意思？就是过去是到现在投生相续，结束就连续，这个结束了上一起生命，那还连续到下一生，就是过去世已经死了，那由中有呢他去投生，连续连接起来没有断掉，在我们这一中有再找一个生命以后呢，他就结生就进来了母胎，所以呢他的结生是从过去世到现在投生的这个相续叫结生。好，所以过去到现在呢投生的这个相续在一刹那的这个五蕴的位置啊，我们叫做呢受生识很强，这时候呢你去受生的识呢很强，然后他这边标明为是哈，就是以这个当下呢最强的那个力量来做名称，然后六处前的位置叫名色。就刚刚讲结生以后呢，我们的视进去以后，然后呢到遮拉啊，我们刚刚讲波拉者区呢是第五位哈，后面他还讲到，在我们的这个六处要生出来，就是六根要生以前的中间的位置啊，中间的位置是哪五？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胎内五位。他所有五蕴呢我们就总称为名色，我们刚刚也强调这五个呢刚好就是我们十二因缘的名色，就是要长六根以前的这个前五周这个阶段呢叫做名色的阶段，中间诸位即是呢我们在那个母胎里面从一颗细胞分裂一直长长，然后慢慢呢身体呢越来越大，然后从揭拉兰一直到呢波拉者区五位，这样子，然后波拉者区一直呢到母亲呢怀孕要最后的要这个生以前呢，她很长的这一段时间都在长六根，六根会长得比较圆满的时候，我们前面有讲就是她的完整的部分。然后论里面讲此中应说是他意思说在记事论里面他提到呢，只要讲四处生，因为我们这个颂句叫做什么六处前名色，六处前的位置呢叫做名色，然后他说这里面应该要严格来讲是六改成四，为什么？应说是严格讲的话是四处生的前面是名色，而言六啊的话呢是也是为了要完整聚满力说，为了要完整才讲六，那四是哪四个呢？就是把我的生根跟意根去掉。好，为什么？因为呢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好，看一下这个前面这一章好了，好，这个
一根是我们的事啊，这个第一周这个其实已经一根进来了，你的事已经进去了。那呢，生根是你在呢，事是投胎的那个叫一根，然后投胎以后呢，开始呢，我们的第一周到第二周呢是长成什么？有一层皮了，一层肉，然后再来就软软的血肉。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生根已经出来了，所以呢，一根跟生根呢，在前五个位置里面，在明色这个阶段呢，它其实呢，生根跟一根呢，都已经有了，所以呢，他这里讲说，应该四处前明色，就是明色呢的部分，其实已经在长生根跟一根了。然后，所以它是应该改成四处啊。这时候呢，只剩下四个还没长，就是眼、耳、鼻、舌。这时候呢，小孩子呢，只剩明色阶段已经有生根跟意根啊。因为明色合合的时候呢，生根也开始有了，意根也已经在里面了。剩下这个呢，六处其实只有四处在长，就是眼睛、耳朵、鼻子、舌，这样舌头。所以他这里会讲六呢，是因为要比较完整，要讲的比较完整。好，这就是因为这样子。好，那下一句呢？下一句再从我们这一个已经第一个颂四个颂里面第一颂讲完了哈，第二颂呢从身眼等根三合前六处。那就是我们要生出这个，这个地方，他讲说此是，第五周长的叫波拉者区呢，这个位置呢通多念，好，因为呢，在这个第五周一直到，小孩子要生出来这个过程里面很长的时间，我们是在长六根的。好，六根其实它六根长圆，用圆满来讲其实是四处，然后呢此位呢通多念，就是说从身眼等根呢三合，三合是根进士啊，三合和根进士的前面啊的位置呢叫做三合前的位置叫六处，就是我因为我有眼根，我才能去跟外在的境交涉，然后产生事嘛，所以呢这个明色的下一个是六处，六处的好，它这里是六处前明色，然后呢再接着讲下一个是六处，是在身眼根跟三合合要根进士作用，一定你的六根要先长出来，所以呢身眼根三合前，三合前就是根进士要合合以前呢，在身眼根的那个阶段我们叫六处，所以你要了解它的文句，它会把这个前这后面的先讲出来，是这个后面的前面就是叫做六处啊，所以它这边就说明了六处，因为呢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胎内五位的第五周，这个时候呢通多念是指什么意思？时间很长，它的时间是很长的，因为它从呢骨架有以后，我的手跟脚的骨头长出来，还有脊椎那一条骨呢长出来以后，它从明色以后呢，它就开始呢叫从明色后三合以前，所以它要长中间那个位置，明色后三合以前的。这个阶段是在长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的，身根当然还要长得更完整。那此位呢，五蕴，我们就叫做六处这样子，这叫六处。好，所以你了解它的，它是把后面呢先讲，然后在后面这个的前面叫做六处。好，然后呢，六处创圆，那因为呢，这个六处呢要把它长得很圆满啊，六处创圆就是要长得圆满，创圆是要长得圆满，
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的六根的相呢，最显著了。所以呢，这时候我就标一个名称叫六处。这时候的五蕴呢，我就标名为六处，啊，但标六处这样子。然后呢，下面呢，于三受因意。好，那这里呢，三受因意，我们的三受是什么？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啊。好，那因为呢，这个会有苦有乐，或是没有感觉苦乐，这个都是有因的。好，假设今天寒冷的时候，你觉得温暖的地方会比较好，这个时候就乐受，是一种差异变化的不同。好，那未了之以前呢，就叫做触，就接触的时候啊，当我们这个六根长完成的时候，你被妈妈生出来，从这个阴道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然后会接触到这个空气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触的感觉。你只知道痛，然后知道空气去接触很不舒服，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未了之。好，所以呢，婴儿呢，他呢，尿布湿的时候他会哭，他不知道说是因为他自己尿尿了，所以他只知道说不舒服。所以三受因呢，就是三受的境界啊。好，这个境呢是一个因啊，能够生出你的感受。那他这个阶段是呢，就是已经出胎了，三岁到两岁的小孩子，所以你去打针，医院打针的时候他会哭，他觉得痛，他不知道是在打针啊。然后他肚子饿的时候会觉得不舒服，他也会哭，所以。根境是三呢，有接触，能有对触。这时候呢，只知道舒不舒服，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好，所以给他吃的药是苦的时候，他就会哭，他也不知道说哦，他虽然是吃了药，所以他只是有触的感觉，触相很显明，所以我们就用一个触这个名称，是因为这个最明显了。于三受因意哈，对，是未了之，所以他碰到这个吃到糖果甜甜的，但是他不会知道说这个是糖果是好吃。那当下一个阶段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有爱的动作，他就会想要吃这个糖果，他会伸手去拿。好，所以在三这里讲阶段是什么时间？他这边讲是三两岁的时候。好，然后呢，这个十二因缘它还有一个时间生命过程的几岁哈，然后在淫爱前受者，好，就是说开始呢知道这个他的贪爱前呢是有先有受啊，那就是知道什么东西会产生乐受，这个时候知道了，是五六岁以上到十四十五岁以前。他知道有苦乐还有不苦不乐这些差别，可是他还没有起贪心。好，这个时候的五蕴呢只叫做受而已。好，就是能够感受，知道说今天呢天气冷，我要穿多一点比较舒服，这知道原因是天气冷，所以我要穿衣服。好，然后呢，或者你吃到呢好吃的东西，我要再多吃，知道是因为这个东西好吃，但是呢他们还没有产生贪爱的心，所以在这里呢他这里是前，好，叫做受。好，来接着我们就下周，好，下周再来继续把后面两个送了说。等一下我这边有要看一下的吗？好，我们一起回向。等一下哈，我的回向文在这个位置。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然后各位再各自回向。